2019全球华侨华人特别致敬南侨鸡公，民族忠魂赤子功勋。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南侨鸡公后人的四位代表来到我们颁奖盛典的现场。我的父亲黄志强，1939年第三批从南洋参加南侨鸡公归国服务。我的父亲张永和，1939年第五批从新加坡参加南洋回国服务团。我的父亲陈早早，第二批从新加坡回到中国。四位特意准备了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呢是朗诵《祖国我来了》。80年前，南洋岛国，椰风交椅，马来恋歌，在几百万生活在南洋的华侨华人，听到了祖国遭受侵略者的践踏，他们义无反顾地踊跃报名，告别南洋，回国英勇逃生抗战。我们是一群来自海外的战士，我们有一个特殊的称谓，南侨鸡公。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